大家好，欢迎你收看白领时尚秀，时尚长征路。这集呢我们讲的是时尚，你看我们这是当地瑞金的这个沙洲坝的这个小鲜肉，还有一个老外，然后呢我们问问他时尚是怎么回事。首先我要问那个老大爷，你觉得我时尚吗？时尚，他觉得我时尚。你呢？非常时尚。那你的时尚是什么标准？我觉得是适合自己的。哇，他很聪明，适合自己的。对，这个时尚适合自己的。你呢？时尚。你觉得时尚是什么？我觉得时尚跟你一样。跟我一样？你总穿个拖鞋到处跑，这时尚吗？对，今天没办法，来得匆忙一点，比较匆忙一点。哦，他今天匆忙，所以穿了双拖鞋。他时尚是跟我一样，很会说话。你觉得时尚是？时尚，跟你一样的时尚。你为什么剃个光头？我是凉快呀。凉快啊！你觉得时尚是什么？自己的话呢？时尚的话，怎么说呢？反正我觉得这边还好吧。你这个金项链是金的吗？叫时尚吗？真时尚吗？时尚。时尚，你纯金的。OK。哇，好棒，很富有的。So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eir fashion?It's very similar to ours. I mean, we wear chains back home. 他说跟美国的很像，他说他们在美国也戴。It's still very heavy and sometimes they get my weight. 很重的，很重的。然后你觉得时尚呢？是什么？自己喜欢的东西就可以。是吗？哎，你穿高跟鞋走路也很方便。因为自己平光鞋还可以。哇，他说他自己舒服，这都很前卫的。你呢？我觉得时尚穿出自己的个性就是时尚。哇，你怎么搭配？今天为什么穿这个？因为觉得天气太热了，所以这样穿一下。你把那外套脱了吧，穿太多了。没事，没事的，没事的。你为什么要打一把阳伞？今天太阳太大了，是不是怕晒黑了？因为你们家喜欢晒黑。哇，这又来一碗了。你说时尚是什么？看你很时尚啊，讲讲。没有啊。时尚对你来说，时尚不是过年要再管。等等，等等，等等，来，我跟你。进来。等等，这个帅哥。你看看时尚是什么？时尚。嗯。你觉得我时尚吗？什么是不叫做时尚？我叫什么？这个性感。他说我不叫时尚，叫性感。你觉得呢？性感哈。你呢？过来。我目前没看过这么时尚的。哇，他从来没见过这么时尚。你看看我背面好。这个更加会比起来，其实是他就是掉几道霜哎。你说的什么话听不懂？我跟他说，我跟他说，这是你老婆啊？有胡金像吗？没有啊。没胡金像怎么会这样讲啊？前辈同学呢？小朋友过来。小朋友，你说时尚是什么？什么是时尚？懂吗？1999你把什么时尚？你看我时不时尚穿的，喜不喜欢？喜欢吧，喜欢吗？告诉阿姨，萌萌动动的，好时尚啊，是不是？小肚兜啊。那你妈妈说时尚是什么？时尚就是你不掉哎，毛衣领，不掉那个小前卫。她说时尚是前卫。你说瑞金这个地方真棒啊！我在好莱坞，在那边采访也差不多是这样。所以这一集呢，大家看的是白领秀，我们大家一起做个 pose 吧。我要 pose 圆圆跟这个时尚姐姐照了相。我是在瑞金的这个红景旁边的这个给大家讲白领秀这一集呢，谢谢大家收看白领秀这一集呢，叫什么是时尚。你也上，站在那，站在瀑布前面，快放这里上光。哎，光影那边呢？谢谢，走，谢谢啊。